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我们来看7月7号、8号、9号，也就是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水瓶座的朋友们，跟伴侣之间的互动呢，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，双方都觉得非常的窝心。双鱼座的朋友们，在家族聚会当中呢，能够找到一间很好吃的餐厅，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愉快。射手座的朋友们，如果身边的人告诉我们一些投资的消息，可以好好的参考哦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，提醒处女座的朋友们，可能前一段时间的忙碌让我们觉得需要好好的放假休息了。摩羯座的朋友们能够把握这个未来的规划，但是却忽略了当下最重要的事情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红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粉红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蓝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绿色。